我们盛宴得奖了，耶！各位长官，各位书记，非常开心今天来领这个奖。盛宴一路走来，坚持每一步都脚踏实地，成就非凡，来自每一天用心经营。人呢，一直是我们投入训练的一个基本原则。所以呢，借由这一次的一个机会，所以呢，我们呢，每年呢、都会是三天不营业，耗资千万的训练成本，集合全省37家服务门市的同仁，一起做五星五营的服务训练。我们相信呢，不断的投入、重复、不断的训练，一定可以帮我们的伙伴调整，就是内在服务的品质的提升，还有团队合作的默契。我相信我们把重心放在所有的顾客身上，会是我们盛悦创造独一无二的蓝海市场。所以呢，非常感谢《工商时报》，非常感谢神秘客。非常感谢，在借这个机会，非常感谢我们的同仁、所有的伙伴及我们所有的顾客，因为你们的肯定会是我们前进的动力。谢谢。